各位老师，各位大哥姐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首先呢，先恭喜各位大哥姐们学习有成，带着欢笑来参加今天的结业典礼。典礼将在2点整正式的开始，距离这个时间还有30分钟，我们就借着这个时间，学校也安排2个班级非常优秀的班级，他们的表演拉开今天的序幕。那这个时间呢，我就来跟大家寒暄两句啊。西方有一句谚语说，如果你不想虚度一辈子，那就要学习一辈子。东方的圣人孔子他也曾经说，其为人也，方奋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可见学习所带来的至高无上的乐趣，绝不是外在的名利、权势或者是金钱所能够取代的。一国之内，活到老学到老的人越多，社会一定更祥和，处处充满了创意，充满了爱心，也可以间接地减少老人失智症的医疗支出。各位在场的好朋友们，让我们发挥影响力，呼朋引伴地一起乐在学习，创造我们人生更有意义的第二春、第三春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来打勾勾哦，不能够呼隆呼隆啊！明年我们一起再参加长青学院的这个各项的学习吧。现在呢，我要来先邀请我们社区大学新科校长廖达鹏廖校长来跟大家见见面，欢迎廖校长。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校长好。中间的我们讲了哈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呢替大家安排了三位主持人，今天节目的主持人。首先我们介绍的呢是，刚才大家没觉得天气呢比昨天好多了，温暖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春满人间，所以我们请邀请到我们的主持人杨春满小姐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是陈倩文小姐。好，刚才大家进来的时候都闻到花香味哈，尤其是桂花特别的香。我们也请到蔡桂英小姐，我们把棒子呢交给这三位主持人做今天节目的主持，谢谢。各位大哥姐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啊，已经为大家服务很多年了。现在呢，我也跟大家一样，我也进了长青学院来学习了，所以这个主持棒我要交给我的两位志工姐妹啊，她们是年轻的一代，所以今天我们有三位主持人啊。当然新手上任一定会有一些不如人意的，到时候请大哥姐们多多用掌声来给他们鼓励鼓励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请多多指教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校长请回位。接着我们就要邀请由学校安排的两位两个非常优秀的班级啊，他们的表演完之后展开今天的序幕。首先呢，是由林孝荣老师指导的养生与运动治疗 A 班啊，他们有60位同学，要以这个99以气功带着各位进入今天的活动中，请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我们的蔡姐要忙着去表演了，由我来接棒。我们借由这个课程这个功法，它是借由不同角度的方向伸展四肢与身体，然后配合深呼吸啊，可增强体内含氧量哦，还有可以促进新陈代谢、血液循环，还可以缓慢。若能够缓慢、持之以恒的持续运动，一定能达到让血管放松、收缩的运动，所以血压也会渐趋平稳啊，非常适合各年龄层的功能的运动。
非常棒的一个